10月1号，2014年中国柳州国际水上欢乐节开幕式暨狂欢大巡演活动在广西柳州开幕，引来了众多外国性感美女亮相登场。这一狂欢活动至今已举办四届，狂欢节秉承全民狂欢的主题，演绎激情，分享欢乐，让各具特色的中外文化不断碰撞，让现代生活与民族风情深度融合。在开幕仪式上，所有节目都以狂欢为主题，激荡着人们的奔腾血脉。然而，一场维多利亚的秘密表演团火辣的演出，其穿着性感靓丽，走台动作姿势优雅，更吸引了众人的围观。据柳州市长肖文村介绍，狂欢节经过多年的举办，目前已颇具名气。我们的狂欢节成为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群众参与性最强、活动内容最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文化体育盛宴。这一狂欢节活动将持续至10月4号。